上复上复兴的车。你昨天给我跪掉了吧？那我开车抬回去。好 ，OK。3月2日深夜，本所民警巡逻巡路，见一是小客车高速转弯，故将其拦停检查。盘查时，女性男驾驶身上散发疑似毒品味，警方在女男所驾驶之汽车共查获二级毒品 MDMA。咖啡包235包，合计毛重524.2公克，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。